Confucius. Wow. And wow. It's writing. Wow. And he was blessing those books. Different books. He has written three books. And he has written to make a blessing for the books. And you have travel data for Saturday? I'm traveling. Oh, yes. So here is three books. He's written the books. He wrote all the and I helped him to come up. He's a teacher. He's a teacher.好，李成，好，这因为呢，古代的皇帝啊，其实他们是在里面给至圣先师行礼的，因为孔子的这个神位啊是在里面的啊。但是因为呢，等一下我们进到里面的话呢，这个为了保护这个建筑啊，因为我们是可以会引气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之后呢，大家可以离我近一点啊，我再为各位呢来这个进行解说。好了，来，我们呢这个跟着我的。
句子比较同分，现在人最容易看懂了，我跟着这两张图来现在来读啊。但我的问题呢，我的问题就是创新呀。你看我的问，就是我不用白话文，白话文太肤浅太啰嗦，文言文现在人很难看懂。我在这文言文里，白话文中间，我创造一种问题，这种问题比较经典。什么？我这的话，你看，我这读些经典。每一段经典前头，我用四个字，这四个字像成语一样，给它概括，把总意概括起来，让这孩子也给他多读几遍。无论各方面都是我自己在这独创。那行。Use a traditional language and more than 2,500 years. Yes.And use modern language like Baihua Wen, balance of this, and ancient and now, nation and now to write this, to write the maker or and like student like modern people to more be able understand this Confucius, right, really and experience. 而且这每句话前头这四个字里，头一个字，都那个头一个字，就是每句话里边必须用那个。我在选这个，选这个就是，选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字，就是这每句话那个前头，这第一个字必须在那81个字里边。你说我这个，都是很系统的，里边有很多细节。现在人如果他不自己看不出来，就是这很有系统，各方面很连贯。把中国这个，他那把中国古代那个圣人思想，给他做一个系统的解释。这个解释，现在人基本上很少能做的。我开始，我对那王阳明啊，我主要信那个孔子跟那程朱。对王明的书，我最初多看了看，他有时间他说的有点过激批判朱熹，所以我都把他们书放出来，放一边。后来呢，我发现这天下的人呢，学儒。程朱学他不学，孔子甚至也不学，他学王阳明。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我发现王阳明他那思想就是有点接近于佛教，接近于道教那无为，佛教那空洞，所以这佛教徒、道教徒都去学王阳明。后来我又把王阳明研究一下，我发现那个王阳明那里边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是很心态儒教的。你看王阳明说的话，人的心理本体无善无恶，这都符合道教的，迎合了那个道教无为，佛教的空洞，所以佛教徒、道教徒都学王阳明。但是王阳明他说这心理本体无善无恶，他把儒教圣人思基本思想给推翻完了，因为圣人那基本思想都这个。人出性本善呢，人都天生的这个恻隐之心，这个羞恶之心、舍利之心、慈爱之心，这都天生的。那王阳明那句话一说出来，说人四端是吧？四端。哎，这四端都是天生的，人原有的。王阳明一说这心理本体无善无恶，就等于把圣人这个理论，都推翻了。再一个，王阳明说的话。无形自足，无形自足，这都是道教、佛教思想的。儒教不能说无形自足，无形自足，这不自觉的日月了？你不要天地日月了，你不要父母，不要子孙了。王阳明那句话还是现在也是四十二题。王阳明说的话，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你看现在人知行合一，他说他知什么样的知，他的性是什么样的性。我跟你说，王阳明的话，他是，近代那个东晋那个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王导，他的祖宗是谁呀？就是王祥，二十四孝孝中那个王祥。王祥的话，他后母弄的针药呀、针灸啊，来针这个王祥。这也是知行合一，他知道这个针灸能毒死人，他又做这个毒死人的行动，这就是一种知行合一。这个知行合一就是无形上的知行合一，无形就是为自己而害人。王祥的兄弟也挺善良，就是他后母的孩子，也是很善良的。他王祥的后母打王祥，平常打王祥是吗？他后母的对吧？经常爬到王祥身上，保护王祥。这次的话，他后母的见他妈妈用的毒针就害王祥的。他就上面躲着酒杯等我。然后我们现在呢，咱们去这个王祥，他毕竟也是很有智慧，他知道他已经都知道里边有毒。两个兄弟喝死，他也不忍心，他所以他给他兄弟整命喝那个毒酒的。这也是一种知行合一，他也想饿死自己，王祥也想饿死自己，不害他兄弟，他兄弟也想自我牺牲，保护王祥。这样的知行合一，它是出于道性上的知行合一。什么是天道？易经讲的天道是就是美的天下不愿说的，在上天生人的时间，把这美的天下不愿说的这个天道生到人心里，这就叫做道性。所以王祥跟他弟弟正因着毒酒，这叫做道性上的知行合一。然后王祥的后母，见他儿子亲儿子要喝这针酒的，他就上去把那个酒打掉。他说的话，兄弟之间应该敬让，你们兄弟相争让，都给我各回各房中，反省去。这个知行合一，处于理性上的知行合一。理性上，理性就是自卫而不害人，是不是？这三种，这知行合一在这都分三种情况。一种是道性上的知行合一，一种是理性上的知行合一，一种是无性上的知行合一。所以圣贤的文化，它里边有很多精髓，应该挖掘才知道。但是王阳明他的学说几乎是迎合了佛教、道教现代人。王阳说知行，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的。应该很多人不知书，都去盲目的信仰，这样更不利于发展人。